市有37个行政区域，年度活动约有50几场，像是善化胡麻街、东山咖啡节，但唯独永康和仁德没有年度活动。市议员郭国文指出，这次永康举办的清汤牛肉节广受民众肯定，希望能成为永康的年度活动。吃牛肉，各当永保安康的概念，会当来结合做会不？这个牛肉节的活动。有没有可能成为日后在永康常态性的年度活动？这次清汤牛肉节在永康举办，吸引的人次比往年多，而且店家密集度也确实符合区域性。清汤牛肉店家的空间分布来看的话，东区永康是整个大台南最密集的，所以我们目前干部在讨论也觉得场地是不错的，是不错的嘛。郭国文希望市府团队让台南各行政区域平衡发展，建议牛肉节能结合永保安康，同时让民众吃得安心、健康又美味。记者郑维珍、冯一奇，台南报道。